足五两，足五两又足，好，那我不玩猪了，不玩猪了，不玩猪了，那我们玩点别的，玩皇家驹吧，那就玩皇家驹吧，看大家想看什么都可以啊。这不血赚，我用三费打了他1100点血，这不很赚。胖子，难道是胖球啊？果然是胖球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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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的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那个哥布林肯定送了，我应该再放远一点的，放在这个位置。胖球啊，很好打，这个杯段的胖球很好打，这个杯段的胖球太简单了。猪很厉害啊，猪灵活啊，皇家驹真的是、怎么说呢，因为现在没什么人玩猪了，讲道理，真的，现在大家都在玩那个，现在大家都在玩矿工什么的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小店可以交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敲不到是最好，敲到也没关系。哎呀，早知道不下这个哥布林了，基本上他应该是碰不到我的。等一下吧，先把彩戏放下去。两路都是800点血，很好的。啊，交了一发万箭，可以，交万箭可以的。我这边上猪呢，他应该是用那个火，用黄毛来防。啊，他不防了，他不防了，他不防更好，不防更好。好了，光他醒了。打左路吧，打左路吧，右路一个公主就解决了。来，继续架起来，继续架起来。对手其实有点蠢呐、就是我一直在这个中路放彩戏，他还要从内路打我。啊，来来来，右路下个公主。哎，别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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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电不死，电不死，电不死！哎，电死了！我二级公主，可以可以。啊，又来，你这一套讨不到好啊，朋友，你没发现这个问题吗？就一定要这样吗？啊，一定要这样吗？我拿了血的那一路吧，然后再拿了血少的这一路，来一起拉。啊，没有没有一起拉掉，没有一起拉掉，想试一下能不能一起拉的。怎么扯？才能让球打光它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，问得非常的好。怎么扯呢？给大家看一下回放。怎么扯才能让球打得光呢？他贴位置边的，他贴位置边的。我们先看第一波啊，这第一波打过去就不管了，第一波很赚。给他讲一下怎么用球拉。好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直接跳这个。看后面怎么拉的。好，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对手的习惯。啊，对手的习惯是从左路打过来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对手的习惯可以看到，这个是非常贴边的一个球。这个球的位置是中路黄金位置拉不到的，土炮绝对拉不到的。那我们要注意的是，我们知道了对手是从左路打过来的话，那我们就靠右路光塔正前方靠右路的位置放下这个彩气，这个位置放彩气。然后呢，这个土炮四架都对手不下胖子，我们不下土炮。一旦下了胖子 ，OK， 土炮往前顶。然后要注意到一点的，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土炮，你放到这个位置去的时候，它气球头上会有个感叹号，你才能够确定拉到。然后千万不要超过这个区域了，一旦超过这个区域那就挂了，那这个气球炸掉之后会继续打我们的塔。那在这个位置拉炸掉之后呢，气球就会直接找这个中路的彩气，打完彩气之后就会去找这个国王塔。啊，就这样一个位置，这个气球是贴边，那个气球非常贴边，那个气球不是对手不会贴边，对手是会贴边的，中路那个黄金位置是拉不到的。就比如说大家把那个气什么土炮放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就我现在放的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是拉不到的，一定要再往前放一格才可以被拉到。好吧，这个讲解就讲解完了。来来来，再玩再玩。现在看不到感叹号是因为我放的回放。
我如果放那个叫什么就可以看到了。要看什么？要看什么？要看车吗？还是看毒株？这个车好奇怪啊！这个车为什么带皮卡？不科学啊，朋友，你这个车不科学啊！车要带黄毛啊，黄毛，然后带苍蝇，这样带比较好。我想一下，带苍蝇，狙，可以，打一把狙吧。哦，毒株，好，下一把毒株，可以，下一把毒株。大家点呢、啊，想看什么自己点。皇家狙真的是怎么说呢？就基本上都是靠等级压制在打，所以我个人反正也不是太喜欢玩皇家狙。就一旦你遇到对手，其实玩皇家狙这个东西啊，你更重要的不是说看你的操作怎么样，更多的时候是看对手会不会玩啊！这他妈好黑呀、啊！他把我炸飞了，我去！那如果对手会玩的话，你的皇家狙就没用了，因为他不是看我们打的有多棒，是看对手会不会挤。这最骚的，啊，气球，妈的！兵法卡到下一张，没办法，就砸一下吧，没事，砸一下也死不了。手牌很卡，一开始狙沉底了，这个很伤。电完了。哎呦，这好亏啊，妈的！还好队友怂了，没有跟气球。好亏啊！不跟了。这个彩戏放在中路没有野。我的天，你这都敢下、啊？哎，难怪他敢下。你有个火法是吧？哦，没砸到火法。操！卖了，卖血。哎，没砸到火法。我看地上的影子啊。我现在不能卡这个十一费了，好烦呐、啊！这导致我这个跟的有点慢。哎，打得有点蠢，我感觉打得有点蠢。砸掉。好了，终于组织起来一波像样的攻势啊！什么都别管，继续别管。好，可以垫了。黄毛吧，黄毛应该效率比较高一些。然后冰起来慢慢打，再来个公主，公主走左路啊，这个公主走左路。哎，太蠢了！就打皇家狙考验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，是对手的能力。玩的是有点菜。啊，现在不能十一费了，是的，现在不能十一费了，有点伤。如果可以十一费的话还不错。来，赌猪。顺着来，开车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车吧。开车真的是更蠢了，哇，开车好蠢呐、啊！开车真的就是看对手会不玩，就一点屌关系都没有啊，就看对手会不玩。哎，我电到，我去，我他妈怎么打到国王塔了？妈的，实力让一塔，啊，看到车我就放心了，没事，这把没事，这把稳的，稳的，真的稳的吗？真的他妈稳的吗？完了，不稳了，围一个，有人吗？围。
喂，等一下。哎，喂喂喂喂喂喂，讲道理，讲道理，讲点道理。稳的，稳的，稳的，这波守住了，稳的，稳的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只是节目效果啊，大家不要慌啊、嗯，像主播一点都不慌啊。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稳的，稳的，稳的，千万不放，千万不放。啊，这个不用下的，这个不用下的，还是有点放，还是有点放，稳的，稳的，稳的，真的是稳的，真的是稳的，千万别放。哎，这个过河了就有点尴尬了。来扛一炮，扛一炮，哎呀，没扛到，妈的，下晚了。那下晚了就要注意了，下晚了就要注意了，那注意什么呢？啊，注意这边有苍蝇海要过来。哎，你下苍蝇海呀、啊！你下苍蝇、啊！啊，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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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了，拉走拉走拉走，啊，拉不走了，拉不走没关系啊，啊，拉走了拉走了拉走了，好，拉走就可以下弓下枪了。这个实力上也没关系啊，稳的稳的稳的，不慌不慌不慌，我一点都不慌，一点都不慌，真的真的。好，卖个猪卖个猪，哎，老板，走，去左边玩。来扛一下，扛一下，扛一下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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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掉了掉了掉了。我操，他怎么不要我呢？可以，可以。这毒猪打的完全不像毒猪啊，毒猪打的好凌乱，这个毒猪。有点尴尬，这个手牌有点尴尬，我守他一波，我守他一波。好了，这波要命了，这波要他命了，感觉有点出不去啊，被憋在家里了。好了，他没费了，没费了，你他妈终于没费了，带走带走，一波带走啊，这直接一波就带走了，一点悬念都没有，就一波，就一波，嗯，他只要没办法对我持续输出了，就是一波带走了。我的毒猪好菜，是啊，因为对手很菜，我就很菜，那还好对手更菜，所以我就可以赢。我的毒猪很菜，是啊是啊是啊，你可以这样理解。本来就是娱乐主播嘛，啊，各种都打得很惨，不要太在意这件事情，不太想交啊，因为交了我有点我亏费亏得太多了，这个伤害可以多打多少呢？也打不了多少，也打不了多出来，所以我不太想交这个小店，这个血倒是可以卖一下，因为我要下一个彩戏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，哦，有 combo 的。啊、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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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 combo 的，啊、哦，冰冻火球的 combo 可以，这是会玩、啊，我见都没见过啊这 combo， 我的天，真的是见都没见过，那推一波推一波，这个要点，这个要点，这个一定要点，前面可以不点，这个要点，有点贪，有点贪，应该再贪一点的，应该再贪一点的，再往后面拉一点，好，直接推一波，他应该下彩戏的，啊、哦、不对，他不会下彩戏，我这个还没死，他不会下彩戏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我的，哎，可以，这个炸得非常的好，为什么说炸得好呢？因为他把我的那个，两边的部队炸分散了，这个非常棒。哎，太稳了，太稳了！赌猪这个卡还是比较古老的一套卡，啊，这边就可以选择毒了。我的毒是几级的？四级的吧，应该四级的毒上去才不亏，要不然毒上去有点亏的。那、啊、毒猪正常打是打一套 combo 的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打一套 combo， 啊，消碳嘛，
削他嘛，削他卖卖猪卖猪卖猪猪啊卖猪，日常卖猪啊们。啊，这边有可能要交兵了，所以等一下，对对对，等他交完兵之后我们再下这个枪，不要第一时间下。啊，又是一个火球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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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准备怼一波。啊，就这样直接怼了，加个毒药。那跟一发小电，小电，小电。那他就没有希望赢了，他把毒药用来防守了，就没有希望赢了。他把枪吧，不是毒药，他把那个叫什么用来防守了，就没有希望赢了。太简单了，这个分段打毒猪太简单了，因为毒猪这道卡太强了。不是主播好菜，是你不会说话只会喷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娱乐主播啊，我是很菜啊，我是很菜。因为很多很多很多水友都是大神，对吧？很有可能什么246就可以上3000，对不对？喷子嘛，对吧？喷子大还是很多的，还是谦虚一点好。我毕竟是个娱乐主播啊。要车是吧？我们看一下车啊，车就有点难度啦，啊，车就有点难度啦。车这个东西说翻就翻呐，真的。你们是来看我坑的吧？啊，玩车可以。我想一下车怎么配啊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有段时间没玩车了。车，我找一下车的卡组啊。有段时间胖车啊，我们在玩胖车啊。胖车，我的胖站。胖车。这一套胖车。哇，车真的是说翻就翻。车这个卡有点难玩，有点难玩，而且这个，来来来，我们来翻个车，实力翻一部车啊。车和那个哇，胖子，六级的胖子呀，就用六级胖子，管他的，不碍事。六级的胖子，要七级的胖子好玩很多，七级胖子好打很多。还差什么？还差一个黄毛。1069。啊，1069的一套，2800杯，感觉要翻了，来，我们翻一波车，可以的，说翻就翻，不能再升了，这个是林克的水友，不能再给他升了。打车呢，我觉得前期要发育了，因为我们防守非常的强，有黄毛，有兵法，这防守的神器啊。对手卡费。那走一波吧，这个兵法走到前面有点尴尬，但是没有关系。那胖子很快就倒，哎，这个有点克我，哎呀，没电了一下，哇，女巫好克我啊！完了，有点尴尬，这波打不过去了，啊，毛线都没掐到，有点克，女巫有点克。稳住，还是刚才还是应该继续防守的，继续在家龟，不应该出去了。他费用没有我多，龟啊，我们就是龟。对手也是怼一套的卡组，他是胖子怼一套的卡组。别射到了，好，可以射了。哦，这是他妈什么鬼？我能不能跟车？我不能跟车。把公主给我，把那个女巫给我干了，我要求不高，把女巫给我干了，要放很多空爆出来啊，这边，哇，你还敢下彩旗，来我下一个，没事啊，这个车会慢慢往前走的，走得非常缓慢，完了，他没炮，我去，失误了，好，兵法跟上了，准备万箭。好，第一炮，好，来垫一下，准备第二炮。OK， 可以了。好，这波非常赚。来，回家，准备第二波。哎，你下这个有什么用？来，上个兵法。万箭交不交？万箭我不想交，这边是卖掉的。好，可以交万箭了。
好，第二波，那么滑过来了，第二波来了，哇，第二波就很凶了，第二波下不下彩旗？不下了，先跟哥布林，再跟兵法，全部放这个位置，因为这边用小电就可以了，不用小电，还是要用万箭，预判一发，啊，预判了个毛线，来一发小电，啊，掉了。打车不要慌啊，前方冷静处理就行了。对面不是胖脚，对面是胖子平推流，千万不能慌。还好这个万箭是九级的，可以秒二级的公主啊。开车带兵打好还是公主好？当然是带兵打好啦。哦，那套电珠没有兵法的话可以用啊，没有公主用矛割铁啊，用刀割铁的。来，啊，我们都开始玩娱乐卡组了，真的是啊。输一把之后我们换那个叫什么啊，这个骑手就有点蠢了，这是唯一的选择，就只能下车了。这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一个骑手，因为下车是一件很蠢的事情。感觉要崩啊，这把强行打一波啊。啊，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组合啊，就是兵法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非常标准的一套组合。准备叫小电，他居然没有围杀我，那他崩了。开了一炮可以，够了，他那个哥布林没有围杀我，对手不会玩，他不知道怎么解车。那我们车呢，我觉得车这个卡组的意义在于啊，就是欺负新手虐菜啊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出路，就是你欺负那种不会解你车的人，那一旦遇到会解车的人啊，那就崩了。所以娱乐性非常的强啊，那玩车一定要稳，要多稳有多稳。那对手打哪路，我们车是从来不虚的啊，对手打哪路我们就打哪路。哎，他妈的，说打哪路呢？你忽悠我吗？来一炮，来教个兵法，好，教个万箭。好了，我的车没人防守了，这个对手处理还比较聪明啊，他利用了一个打多路的方法啊，拉开了我车的这个防线啊。这个送费有点不科学了，你开始送费了，送费就不可以，哎，又送，可以了，我收下了，心意我收下了，真的，不用再送了，哎呀，真的是。强行送了我七费啊！好，那刚左路了，来一下。哎，对手又跟我玩心机啊，先交个小电啊，啊，黄毛，没关系，不要怕，谁搞他？啊，这个对手很心机啊，每次都声东击西打我啊，但是没关系啊，因为我这一波有东西可以保护我的车了。那这样的话就很骚了，啊，这很恐怖啊。这是非常的恐怖啊！啊，一个如入无人之境的车啊，好恐怖！我的天，啊，交了10000费来接我，可以，再给你辆车，这才最骚的。好，来一炮，啊，嘣，可以。哎，妈的，他居然打了一个枪。玩车啊，当对手用车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来玩？当对手用车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手上的排序调整到一个很舒服的状态啊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解车了。就你一旦手上排序错了，那完了就爆炸了。所以车这个东西，遇到会玩的人啊，他会自己去调整排序来解车。家居车我认为是比较蠢的，因为家居车这个东西没有车厉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家居，我操，这什么鬼啊？你天上掉下来个木头，我操，还好我的小电，我操。
哇、哦，这个对手有点凶啊，啊，有点凶。啊，以这个程度来看，我觉得至少是个 D hub， 这太凶了啊！滚！哎呀，他还有击退效果，你妹呀！墙头公主可以的，我很生气啊！我现在很生气，他感觉在调戏我一样啊！什么墙头公主，牛逼！啊，哎呀，这他妈就很尴尬了，赶紧，我手上有三费才行啊！好了，射了。预判的，有没有？稳的不要不要的，跟我玩？滚木呢？你的滚木呢？你不是滚木吗？你不是很屌吗？滚木来了，强行被 Q 的，滚木出现了，可以，他有亡灵大军啊，所以那边肯定是打一波预判，来继续推。我们就刚一路啊，他没有滚木了，射他，没滚木了，小桃公主，来，我们这个老猎人队伍啊，慢慢往前推进啊，准备用黄毛去搞他这个地狱塔，啊，搞他，啊，兵法万箭，来叫小电。可以了，完了，他要滚了，我就知道。哎呀，真的是啊，好气啊！来，四个壮汉强奸那个公主，来，在壮汉的包夹之中啊，往前突进一波，加一发小电，跟我玩滚木，可以的，滚木，听说你有滚木。稳不稳？啊，一海兄要来了，再来，车这个东西遇到火就没辙了，因为车只能欺负海逼，我觉得，要不然卡组碾压你们啊，碾压我们，要不然就是对手很菜，就这两种情况，那个车比较好赢。所以我不太推荐大家玩车，真的不太推荐，因为可以解的方法太多了，很容易被针对。就讲道理，我们要玩真卡组的话，哇，这个有点烦，我动力量不高啊，怎么办？我的兵要不要交？我的兵马留在右路吧，因为兵马这张牌不是很好解。哎呀，电完了，拉过来，跟老头一起干。这火球有什么很大意义吗？完了，有点炸，这把难道要输吗？啊，对手这个位置下的也是很突兀啊，他是贴那个塔下，我这要是有公主的话，射死他。啊，不行，我要跟他刚正面。刚正面，就是一波的事啊。哦，你也有车啊？哎，可以的，搞半天你也有车啊？来，胖子怼上去，站近一点。来，他比我垫的晚一点，这个很关键啊。啊，掉了，你牛逼，你的车比我强，好吧，是啊，这个车没用了，怎么办呢？那接下来怎么办？这是个问题啊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这个万箭是不是交的有点不太对？等着，黄毛。还要等，我浪费了好多费。喂喂喂喂喂，
喂，有人吗？喂喂喂喂喂喂！哎，别拉我车，别拉我车，有话好好说。来来，顶前面去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强行顶住了，来哥布林跟上，哥布林跟上。啊，万箭，万箭没事，万箭没事，两炮两炮两炮。啊，只有一炮，只有一炮，只有一炮也是啊，再来一辆车。哎，我交一发电好像拿下了，对吧？我还跟他磨叽什么？来，喂，小大，稳的，同道中人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不要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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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道理，老司机告诉一下新司机，便便打皇室战争什么时候翻过？我翻过没有？我从来没有翻过吧？没有翻过的扣一波一，好吧？老司机告诉一下新司机，我什么时候翻过？感谢小尾巴狼送的弱鸡啊！哎，哎，啊是什么鬼？我从来没有翻过，哎，你妈的，真的是，这都是新司机啊，扣二的都是新司机啊，我真的没有翻过，什么时候翻过？真的是的。哎，可以了，我的天！啊，你妈全都是好，我一个鱼都看不到。你们真的是，哎，心酸，心酸。这个时候我只能说我心有点酸，好吧？我只能说我心有点酸。这什么鬼？哎。射了吧，把这公主射了吧。一炮应该是，哎呀，等级不够，等级不够，啊，等够了应该。完了完了，没打好，没打好，没打好，这波没打好，这波没打好，这波没打好，好尴尬，好尴尬，这波没打好。调整一下排序啊，发育不？我那剑是不是交的有点突兀啊？但是我不交万剑，我要用黄毛去解它，更亏。我应该怎么解？怎么解都亏。怎么解的亏？那这个怎么解呢？这个肯定是黄毛去搞公主啊，然后那个哥布林去戳这个，这个叫什么啊？戳这个，戳这个。你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个，还有个其他的东西，1300点血，我换路了，我换路了，我换路了，打左路了，打左路了。我很想下个采集器，但是他不给我机会。可以下了，可以下了，可以下了。好，准备上车啊！准备上车。好方案，好方案，我要开车了。小莲不应该交的，不应该交，不应该交。他是过牌的，应该卖点血的。那我车可以开一跑，还可以。这关键直接交了。够了，够吧，应该管。哎，别！我哟，这他妈什么鬼？啊，我车了，我车了！啊，放开那个车，搞跑！嘣逼嘣，嘣逼嘣啊，嘣逼嘣啊，翻车啦！哎呀，完全不该交的，这个管不了他了，管不了他了，管不了他了，管不了他，万年还不敢交，万年还不敢交，啊，回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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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万年还是应该交的，万年还是应该交的。这他妈万年不交好伤，好伤，我还得交个电，好亏好亏，300点血怎么打？城里来个车再说啊，万年交掉，万年交掉。来了个小斧头，来了个小斧头，这波很关键，这波很关键，这波很关键。我刷一个兵，我刷点那个什么出来。哎呀，跟不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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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毁了，这波毁了，再来个车，再来个车。来来来，来一炮，来一炮，来来来一炮，稳一波，稳一波，稳一波，还有戏，还有戏，还有戏。好，这波有戏，这波有戏。哎哎哎，别！好难过去啊！
遇到爸爸塔好难过去。不是这个卡主有点克制，爸爸塔卡主有点克制。哎呀，真的是翻了，真的是翻了，再来吧，再来吧。感谢天赋道送的弱鸡。哎，这个是我的锅，我的锅。过牌吧，过牌吧，我不太想上兵啊。七费的彩气，啊、哦，七级的彩气，什么七费的彩气？好、哦，有胖子了，有胖子了，有胖子了，稳一波，他肯定打我右路，他肯定打我右路。要不要用兵法防守一下？用兵法守一下吧，兵法守一下。有可能要交什么小店什么的，有可能要交小店什么的。好，开一炮就行了，开一炮就行了，开一炮就行了，开一炮，开一炮！我真的是一炮都没有开出来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右路打掉很多血下来了。啊，这个真的是没办法，交万箭了要。他也没办法下彩气啊，现在双方都卡住了，火球。落后了300点血，不过血这个东西对车来说都不是事啊，一波就打回来了。我要打右路了，我要打右路了，我跟他刚同一路，我跟他分开刚有点亏，但是我刚右路他肯定会刚左路，所以我的车要后手下，是这个道理吧？对吧？我的车要后手下，我很有可能没有机会后手下。哎，他先走了，他先走了。好了，那这波就好打了，把这波他炸了。哎，他妈别他妈冰我呀，朋友！怼开他，胖子！火枪有用吗？准备万箭？不用万箭了，不用万箭了，这边不用万箭了，再来辆车更靠谱。没有必要万箭啊，肯定是来车，肯定是来车。哎呀，不该来车的，不该来车的，妈的，胖子扛不住了。哎，这两个老头要撸一脸呐，要掉啊，感觉要掉啊，掉了，掉了，掉了，这只能强行怼车了，这只能强行怼车了。啊，我的车暴露出来了，暴露在敌军的视野里面了。不着急不着急啊，等那个，我要等苍蝇，等苍蝇再电，等苍蝇再电。哎，可以电了，可以电了。哎，开一炮，可以，赶紧踩气，赶紧踩气，来搞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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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怎么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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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防守，我要防守，我防守，我怎么防守呢？我怎么防守呢？我这边派老头去撸他有点蠢啊。啊，终于把哥布林刷出来了，赶紧用哥布林去撸他，去撸他，去撸他！来，跟上，跟上，跟上！撸掉一个彩气还可以，等费用了，等费用了，他要下狙了，我觉得不对，他要先防守，他要先防守，他要先防守。哎呀，有点蠢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我这边攻过去很凶的，我的黄毛很凶的，妈的，黄毛被鱼了，黄毛被鱼了，黄毛被鱼了。再来辆车，再来辆车。啊，打不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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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交火球吗？他交火球吗？啊，推进的好辛苦啊，真的是。哎！哎！换了，我们换毒株。赶紧把分上去，上上去主播要去吃饭了。换一套正经点卡组，赶紧上3000啊！赶紧上3000，上完3000我们就要去吃点东西了。小店是不是小店？是不是小店？我毒株我都忘了，毒株是小店吧？没错，小店。来来来。锦标赛下午开，锦标赛下午开，
那个我们联系了电竞侠的那个锦标赛，然后是非常蛋疼的一件事情啊，他们把那个锦标赛冠名的是叫什么明治杯啊，所以但是确实是我跟明治他们一起去联系的，所以哎，小主播的悲哀啊，真的是。我觉得可以垫一下，这个垫有点关键，这个垫关系到我能不能，我会不会掉血啊？关系到我会不会掉血。这个垫如果不垫的话，我这边是要掉血的。怎么打？踩气，发育，我们发育起来很凶的。然后今天晚上的那个比赛啊，是电竞侠的那个比赛，关注我的微博可以看到，我们的这个获取密码的方式啊，绝对不会泄露密码，绝对不会泄露密码。我们这个我已经跟那个举办方啊，我们已经 PY 了很长时间了，就是确定这个密码不泄露的事情啊，如何来保证这个密码不泄露啊？做有点蠢，那么敲一下啊，并没有敲到，没办法。那敲到也没办法。哎呀，这个，哇，这个就很伤了，这个没有拉到就很伤了，因为这个图其实没有作用的。好，它的排序应该断了啊，那这样我可以上猪。啊，因为它是没有那个叫什么的，没有那个，没错，就是没有那个东西。啊，土炮，没错，土炮，它没有土炮。年纪大了，经常忘词啊。哎，别哭啊！他要踩气，我们也下。这个踩气其实可以给他堵掉，堵掉有点亏啊。哎呀！他这个东西可以直接干掉我，这个很烦，知道吧？啊，这波打不过去了，等一波，啊，又来，这样跳猪叫毒药，啊，跳猪给毒药，好了，再来个小电，啊，这样就很稳了，应该是掉了，啊，非常完美啊，拉住了，再来个毒药。好，小电带走，稳的，哎呀，不要气嘛，没什么好气的啊，就是离开了游戏啊，可以，我觉得玩游戏的宗旨是什么啊？玩游戏的宗旨是什么？就是让自己开心啊，对不对？玩游戏的宗旨就是让自己开心，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开心呢？啊，你的对手不开心了啊，我们就开心了。可以，火枪升一级，火枪需要升一级吗？很气啊，对手好强，是啊，好气，对手就是进不去啊，啊，这个有点烦，跳不住，哎，完了，那么自然跳啊，可以，自然跳，啊，不管了。他相当于送了我，哎呦，哎呦，浇毒吧，稳一点，哇，冰冻，冰珠可以的，啊，冰气球可以的，没事，过不去，还浇电没有必要啊，朋友，来，再来自然跳一个，可以，这个位置非常完美，啊，最骚的是我的枪来了，来个电，多敲一下，枪可以多打几下，这路掉了。对面卡住很 low 啊，那知道对手是气球了，踩气放中路，冰气球，哦，他又这样玩，先下个枪，哦，这个枪不该下的，其实不该下，没跟上，跟慢了，费用不够了，我这打的一套费用太多了，费用太高了，这一套，
再来个枪，再来个枪。哇，这个来发兵我有点伤，讲道理，这个来发兵我有点伤。别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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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，掉了。啊，应该一发打不死我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打掉我，他家也没了。没关系，稳的。他这把交了太多费用了，他打掉我，他家肯定没了。关键是还没打掉，这是最恶心的。关键是还没打掉。好，这个就不虚了，这个就不虚了，这个就很好处理了，要拉过来就好了。因为好，非常稳啊，这边非常的稳，非常的稳。好，再一发毒药。哦，有点晕了，这个塔。来，我放远一点。你在毒我啊？你在盯我啊？稳的。六级的枪够了，虽然一发火球可以带着我们的枪有点伤，但是够了。自然跳多洗脸就可以了啊，因为有的地图它可以跳，有的地图它跳不了，那看心情，有的时候可以跳，有的时候不能跳，那可以自然跳就很爽了。所以玩猪的话可以打左路啊，大家玩猪就养成习惯，就尽量打左路，尽量打左路，因为左路是有机会自然跳的啊。自然跳的和这个被文文拉长的记忆啊说很有道理啊，自然跳就是要祈祷。哇，我的手上，哇，这套好凶啊，这套好凶啊，很可惜啊，对手打的是右路啊，啊，打的是左路啊，我应该去左路跟他打的。啊妈的，没了！我操，这就是尴尬的事情，这个真的很尴尬。哎，这就是我们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呐、啊，就是他妈的，这样就没了。他说没他就没了，你说气不气？你说气不气啊？敲三下，还行吧。排序不舒服啊，就不舒服了，排序被对手打得很不舒服。啊，屌丝骑士，屌丝骑士有点烦啊，其实。最尴尬的是什么呢？就是。完了，拉过来，这他妈好了，这下好了，没土炮了，家居来了怎么办？他还在打右路，那他的家居应该从右路来，所以他下家居的时候给个毒药，我下一张排序应该是枪，骷髅过完之后，应该是枪，哎，他不上怪，哦，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给了我个喘息的机会啊！他一直在跟我打双路啊，打得不错啊，其实对手。因为其实猪这个东西啊，很怕别人打双路。我要交那个了。哎，他笑什么？怎么突然笑起来了？我的笑得我好虚啊！妈的，喂，两边打，你打一边行不行啊？小电来发，右路应该掉不了吧？哎，我打错了，这个土炮很关键啊。火球砸不掉的朋友，小电也砸不掉的。你笑什么？十三点血，你笑什么呀？哎呀，真的是，跟我打双路，他不敢跟我打单路的，因为打单路毒柱太强了，打同一路毒柱太强了，毒柱最强的就是一路，就是那种正面对刚的卡组，没有任何卡组可以刚过毒柱啊，在正面对刚的时候，可以这样理解吧？我想想，有什么可以刚过毒柱的？应该是没有的。毒柱正面刚很猛，
好气啊，对手。我他妈走得慢一点。哦，这个是最烧的。我你妹！交不交毒？不交毒，不交毒，不交毒，不交毒了。下身后，下身后。好，推推推推推推，这个时间非常棒，非常棒，推起来了，推起来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啊，快跑啊！这敌人快跑！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哦，好吓人，好吓人，好吓人！那个炸弹，那个炸弹很吓人的，一定解骷髅王一定要放在身后，一定要放在身后。这你要把他让过去，然后在身后搞他，搞他后庭啊，一定要搞后庭，要不然很危险的。你搞他正面的话呢，他这个到时候就会用那个炸弹来炸你。哎呀，有点亏啊。我觉得骷髅王要来了。哎呀，你看我怎么说的，这个其实有点尴尬。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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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完了，要垫下来。还行还行还行，可以接受可以接受。来个突破，可以接受，我赚了个彩气，接受可以接受。开虎球是吧，开虎球，我怎么下彩气呢？我下个彩气给他炸，我是七级的彩气，不是那么怕炸，对吧？要是六级的我肯定不敢下这个位置，因为他炸了我的铝墙就安全了，这个逻辑没毛病吧。哎，这个要赌，这个要赌，因为他只有六级啊，我要赌他，我占他便宜，我占他便宜。好，下个枪，要不要卖个猪呢？我觉得可以卖个猪。哎呦呦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他妈有点尴尬了。来，先下小骷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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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一下，拉一下，给个毒药吧，给个毒药吧。这边有点凶啊，关键是过来的。来保一下，保一下，保一下枪，保枪很重要啊，枪的输出比较爆炸。来继续保，继续保，继续保。好，这个没关系，这个没关系，我有涡轮增压。然后不要涡轮增压了，直接过去了，直接过去了。好，垫一下，垫一下。慢慢磨，慢慢磨。来，扛一下，扛一下伤害。再来个枪，毒药交起来。我还要采气，我还要采气，我还采气。哎呦呦呦啊，这个好伤。再来过。我觉得可以直接上。为什么我觉得可以直接上呢？因为他的仇恨在我的那个什么上面，在我的那个谁上面。让过去，让过去，让过去，这波一定要让过去了。搞他后庭，突破架起来。好，涡轮增压。走，走掉了。嘿嘿，可以。垫一下。哎呀，不该垫的，敲不出来那一下了。敲不成下，还有40多秒钟啊，这不太好打、啊，没时间了，主要是，主要是没时间了。那没时间了怎么办？没时间了来发毒啊，我觉得是比较靠谱的。哦，好皮啊！哎呀，敲出来那一下我就赢了，差一点，哎，渡劫之旅啊，有点困难，右下角那套刚才玩了的，差一下，是的，我小电影交了，我尽力了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差一下，好气，怎么解家具车？好解啊，麦丁塔的血，把车解了，他家具车一套很伤的，挺好解的，哇，这他妈有点烧。啊，十级的家具啊，这把很难打，开始遇到压制的了。这个问题来了，我到底是上猪呢，还是上猪吧？我觉得，哎呀，那个不该交的骷髅不该交的，但我骷髅我交骷髅是想保护一下我的枪，不交也不行，还是得交。
要不然我枪没人保护了。哎呀，打不过啊，打不过啊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，这个打不过，这个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打不过。其实排序也不是很顺。没有什么大毛病吧，我觉得打下来没有什么大毛病，但是有点不好打，确实有点不好打。那这样说的话，对手这一套真卡主吗？啊，也不至于，他的家居有点压制，十级，我们是 8.5 的一个卡主等级，记得没错的话。打左路，可选，可选。堵住了刚正面，刚正面，刚正面，跟他刚正面，有的打，应该有的打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还没结束啊，不要提前下结论。应该还有的打。哎，你妹啊！妈的，黄毛怎么从这个地方出来了？哦，因为掉了一路，掉了一路。马虎踩气也可以。等一波，等一波，等一波！哎呀，这个他妈的！哦，这个有点无解啊，这个，这火球砸我的枪有点无解。先下骷髅吧，怼开，怼开，这个位置应该怼得开。妈的，怼开啊！还可以多敲一下，多敲一下，枪枪一枪，我觉得黄毛什么的有可能要来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好，女武神，走一波，走一波，走一波，毒药跟不上了，我们要采气姿势啊，清不干净啊，这边东西太多了，东西太多了，东西太多了，清不干净，部队太多了，部队太多了。啊、哦，又忘了，又忘了，财气应该土炮应该放这个位置了。打不下来，打不下来，打不下来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哎，家居不是皮，家居一旦那个等级压制之后，我们没有办法再没有办法用同等的费用把它换掉的话，就很伤了。所以家居这个东西，为什么在高位段遇到的不多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我觉得我应该跳右路的。来交个土炮，和兵法也行吧。你交兵法，我就是交彩戏了。哦，他也下了彩戏，那这样我亏了三费。然后敲了可以800点血，敲了800点血。啊，顶了一下，还不错啊。这个挤了一下，换人看，哎呀，这个火球真的是有点伤。他有多少费啊？等他下彩气，他肯定下彩气，他肯定下彩气。来下个彩气，好，他没下，妈的，他没下。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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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回来了，打回来了。啊，彩气来了，毒掉，毒掉，毒掉，毒不毒？我到底毒不毒？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彩气毒掉还是什么？下彩气吧，下彩气吧。低调一点，低调一点。这枪的防守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。哦，你可以了，他躲我光弹，他妈的！我他妈不能忍了，我决定打一套。来来来来来，搞我光弹，两下两下两下两。完了完了，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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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不一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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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守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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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赚了我好多费了。来边上去边上去，准备毒啊！可以，很极限了，极限了，很极限了，很极限了。一发毒掉了，一发毒就掉了。你下采集器，你刚才毒我采集器，刚才是不是你？刚才是不是你炸了我的采集器？过牌，过牌，过牌。小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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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电。毒药，毒药，毒药，毒药！检查攻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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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检查攻速。啊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要掉了，掉了，掉了。妈的！
操，还下台戏，你挂了朋友，你挂朋友，你还下台戏，你挂了，你真的是敢下。好像也没有那么挂，怼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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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地方怼开了，怼的这个怼开啊，怼开，要跟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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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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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啊妈的，兵马冯说好贱啊，他好多才气，你还打了朋友，你下这么多才气。啊，从正面攻进来，从正面攻进来，不虚，正面攻进来不虚，我要伺机打他一波，来偷一波，偷一波，他看他们偷到，偷不到，偷不到，哎呀，好气呀、啊！下个彩戏就赢了是吧？好像是的。啊，我好蠢呐、啊！妈的，我应该才气扛一下的。感谢悠悠酷送的鱼丸。升级零氪的水友，不要给他升级了，应该是零氪的，好多东西都没升级。你看，这好不容易自己攒金币，然后攒那个什么攒钻石，然后疯狂的捐兵。看一下这个捐，我们要不要升个级呢？我们要不要升个级呢？啊？才捐1200兵，升了升了升了，本来我以为是零氪的，我看了一眼这个捐兵1200兵是吧，这个搞半天不是零氪啊，那我们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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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个不是零氪就升了，是的是的，氪了的氪了的，我以为是零氪的，零氪的所有我一般不会动大家的金币和钻石的。你只有6级的枪，爸爸可是有7级的枪哟。啊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他跟我一样，哎呦，不要。上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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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错了。我要保我的枪啊！小店，枪还在。哇，赚翻了，1300点血，套路不一样，套路不一样，套路不一样，有点像但套路不一样，我不太敢下彩戏啊，因为我觉得他手上应该有猪，还是下了吧，6级毒掉，来拉远一点，又是一个朝三暮四的，左路打一下，右路打一下，很不科学的。我的彩戏他赌我的，我跳一下，这个比较赚，等级有压制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一路应该是没了，这波打过去，这波还蛮凶的。来，民工一趟，民工一趟。哎，没打掉，没打掉问题也不大吧，还交了一把小店，亏翻了，他费用亏翻了，我觉得换路打都可以了，现在就不一定还要打内路了，可以考虑换一路打了，这边不用交毒了，我觉得就直接一套就可以了，看看有没有毒吧，不交毒了吧，我觉得不交毒了，交小店比较好，应该还是要消毒，还是要消毒，贪，哎呀，还是应该消毒的，省个什么鬼毒，真的是醉了，再交小店，那跟枪啊，摸了一下塔不开心，来跳个猪吧，打得下来就打，打不下来算了，打不下来我们打右路了，
P 级的火枪，嘿，果然是不一样啊，轻松多了。好，最后吧，最后吧，渡劫，渡劫，渡劫，最后吧，渡劫。没有点关注的点一波关注啊，谢谢大家。彩线，我操，这个他妈好伤，强行拉过来了，哎呀，真的是掉好多血啊！不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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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多血啊！妈的，就这样莫名其妙打了我九百点血，好凶啊你！这个枪卖的好像有点问题，但是对方也下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感觉要交毒才行，所以他是有猪又有那个，他有猪又有皇家驹是吧？那这波他应该没废了吧？对吧？应该是没废了，这交了太多东西了。那换人扛一下，这个地狱塔的伤害现在是可以被打断的，所以，现在打地狱塔，我觉得地狱塔被削弱了，我肯定不能满足于这个，来叫小骷髅先扛一扛，趁着我们的那个什么还在啊，趁着我们的这个左枪还在前面，啊，赶紧下一个那个彩旗，压个金。塔好像没打到他，我操，这个有点难受，有点难受，有点难受，有点尴尬，有点尴尬。哎，还是掉了，还是掉了。那早知道不防这一路了，还不如不防呢。我跳猪，他会怎么打？跳晚了，跳晚了，我应该早一点跳的，早一点跳，他下这个叫什么地狱塔的时候，我的枪可以打到地狱塔。这个细节没有处理好啊。卖血，卖血，卖血。卖血，上猪啊，上不了猪了，上不了猪了，上不了猪了，要上枪了。好，这波可以上猪了，这个位置应该可以拉了。挤下，挤下，挤下！啊，挤到了，挤到了，挤到了。小店交不交？小店不交，小店不交，小店不交，处理一下这个就可以了。身后再跟一个，再跟一个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家一起迷迷路。这个有点烦，这个有点烦。毒药能不能带走？400多点血，敲一下就可以了啊，没有敲到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把这边用那个什么去扛一下，扛一下。扛一下，我要掩护我的枪，主要是。来拉一下，拉一下，啊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渡劫成功，下午开锦标赛，然后锦标赛大家可以自行参加，那我应该也会参加的，但是我很尴尬，我的号是没有那个，我的号是没有那个。